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 Eric 跟着志明呢去办完事，又回到我们的男子夹食宅，他又想来试试看，因为他手又痒了。OK， 好吧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冲进来。是他先冲进来，我在外面跟着。好，准备开夹啊，一开始就锁定。他今天好像攻略呢都是要夹玩具类的，所以呢先来夹这个吹泡泡的。OK， 一次就夹中两个，一箭双雕，掌声鼓励下。哇，真的是死水滋味。接下来夹这个一罐的什么啊，不管他又改变心意了，他要来夹这个玩具。哎，不过好像玩具都在洞口，看起来好像蛮好夹的呢。不过呢他的策略是从后面往前拨，哦，他很贪心，他想要从后面往前拨，一次最好中两个啊，结果都是擦边球，都是擦边球，真的还是卡在那边，死不下来就是死不下来，死不进就是死不进，抓空就是抓空，然后抓到呢也是往后拨一点，就是往后拨一点，真的是好事多磨呀，这娃娃机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的。好啦，换一个方向， OK， 换一个目标，现在夹这个更大的， OK， 哇，更大 Can 的，看好不好夹啊，你是要环游世界是不是，在绕来绕去，不过就是他策略了哈。感觉大家觉得他策略如何呢？可以给点意见啊，在环游世界，然后有效哎，播种给他推下去了呢，耶，真的不错呢。OK， 再试试看吧。接下来讲这个，又中，真的怎么那么棒棒？一次两个，达到目标，集满两个送他的双胞胎宝贝，简称叫双宝，耶，真是一个好爸爸。是吗？OK， 好的，继续要来着这个玩具车车，是不是小朋友最喜欢玩具车车？因为小朋友，志明的小朋友正值两岁多，刚好适合玩这个玩具车车。钱花完了再继续投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就是一定要夹中，这个吸引力太高了。OK， 还是从上面往下拨，不过好像都拨不中，都夹不中，因为这个脚不好拎，对不对？才刚说完，莫名其妙就被打下来了。真的呢，这个时候运气真的也是决定命运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我要在里面的从后面往前把它扫下来，是不是？好的，祝你愚公移山能够成功，耶！不过呢，这个爪子虽大，可是好像抓力没有那么强，好像抓了又给人家放下来。请问刚才是在跳探戈吗？还是华尔兹？OK， 好了，无论如何呢，真的是既刺激又兴奋，又有点不知道怎么说的心理哈，加油加油哈！今天呢，重要目标都是锁定我们的玩具类，要送给双胞胎。对，今天锁定都是玩具类的。哇，他决定今天就做到这里为止。OK， 真的呢有收心了一点，不会再失心疯拼命讲。加了个3-4组，不同的玩具送给双宝。OK， 就此打烊回家，晚安。